就得自己要用的。Thank you.
大概就是这一块吼，让现场喜欢的朋友，我们就是贴。是六零。它这个是三百二，我们那边好像是六零。是六吗？哎，对。对对对。它这个三百二。我们那边好像是六零。这份是来这张这个的。 这样才一千，800块。话说，把海尾做得很亲民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哦，不是说我一定要那个金字塔顶端的才可以品尝到那个上天的礼物哦。 好吧，试一下。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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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
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好，你把把头，大家看看，好，好，我请。
蛋糕差不多被吃光。要看它鲜度了。
本身的认识度，这个存在。对对，所成的味道风味。这个就是内行的。我其实我们一尾鱼杀下来啊，它那时候的状态是最新鲜的，所以新鲜的时候你尝到鱼，你会觉得说它比较鱼味比较淡一点。哦，这个其实鱼跟牛肉一样，我们其实稍微经过一点时间让它熟成，它的味道会更棒。哦，除了来试试看，来这边有酱油，对，很甜很甜，然后 wasabi。戴手套没关系哦，来，试看看哦，它淡淡的奶香味，太多油了，太多油，你看，你看酱油上面，哦，大家仔细看，那酱油上面已经浮一层油了。条件，他只是来说，他的筋比较明显。我要翻一下那个盘子，哎呦，这个部位比较油哦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底下搭一点紫菜。嗯。没吃啊，刚吃啊。哎，吃啊，吃啊，吃啊。啊？吃啊，吃啊。哎，你叫陈老板去吃。哎，你改吃那个。大家都来了。哎，你那个吃啊。那边看有黄记哦，有黄记，我过来吃黄记了。这个啊，煎煮过后，它是整个可以完全达到入口即化的。不一定，其实有时候看，基本上是你要买起的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但是有时候就像人家想的小而美。我可以请你帮我试试看吗？就你可以给你跟人家比的话，它油更扎实。有时候它有的时候它都这样子，还有试看看，看跟牛肉有什么差异。原理啊，因为它挺鲜的。你看，应该连菜一起吃，对不对？有的可以单吃，连菜一起吃是为了，因为它很油，就稍微有的不喜欢太油腻的感觉啊。它是真的整个可以几乎化掉的。看要多大块多小块，我们就直接切给现场各位吃哈，就便宜便宜的卖。来，麻烦一下。你要吃也有啊，你要吃啥都嘛有，你第一个关注。
把它修下来，这长得很丑，对不对？这个最好吃，这个煮味噌汤非常美味。哦，它真的比和牛还好吃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它皮肤表层的油脂层。我稍微看一下哦。我们等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一块吼，让现场喜欢的朋友，我们就去贴影，那边试试看它的鲜度。这个会比刚刚你们吃的那个头菇肉丸香气更浓。我这个刚出来的时候，刚开始的价格台币大概在1800，然后现在是一路掉，从1500，然后到现在的量比较越来越多了吼，它的价格在1200。那等一下喜欢的我们就吃到1000块，喜欢的我们就帮你切，多大多小都行，吃不了那么多就跟我讲，帮你切小块一点，嗯，就帮你现切沙西米，对，这一块回馈大家。我们已经慢慢接近到这个筋的部分了，所以等一下在一块的后面，我们就要把筋那个部位取下来，不然客人吃到的话也会觉得那一块会比较带筋。这一块啊，目前我们店是拿来做香酥黑尾鱼，非常好吃。香酥，我觉得稍微微炸一下。对啊，因为它比较多筋，筋呐，筋稍微预热一下，它就会软化哈。然后真正的老饕啊，他会喜欢这个部位，哦，这个就是圆圈圈那一块，那一块的油脂密度会比其他的地方还来得高。可是这个部位的缺点带一点筋，哦，所以有的老饕不 care 筋的，他会觉得，哎，他喜欢这一块拿来做烧香。等一下喜欢的也可以就点来试试看，这个部位的话等一下就是香酥黑尾。有人想帮你做一点翻筋的动作吗？那你这个要直接帮我配鱼的吗？配鱼。还有拿筷子过来。这就是它的筋往下发，对，这就是它的筋了。比如说，像我们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其实像下发，我们都什么考虑？要供客人喝的，你们拿个奶呢？那个小碗，多拿几个，小碗多拿几个啊！那个汤要给客人喝，对吗？哈，要直接上的嘛，哈。
个汤汤，你们要直接给他们全部的喝吗？哎，你就一点，每一个人就一些一些，再集中在这边，啊，就慢慢分一点，哦，端过去给大家品尝一下。黑尾的味噌汤哦，非常美味。你有喝吗？你帮我出来一下，那你帮我把那个时间的一点分给现场全部的客人，对对。你们吃本身会怕听的口感吗？因为通常就是我会帮你调正常，应该是有比较可能会比较慢，很多慢点。对啊，就汤还有一点肉啊，都可以现场的客人大。